小十八，这小爪子洗的啊，这个上来啊，你看看，直的跟着上去，把这碗里点啊，完了，完了，你呀、这回不是干的，是湿的，稀的，半干不稀的，你这家伙都趴着里面了，都沾身上了吧？这手啊，这你真是，哎呦我去，也是哈、这个你要不进去吃着喝着都不方便呢，转过来啊。给你这回弄的是，我去，这爪子都湿了，这咋办？这你睡觉的也不舒服啊，成洗澡了。这回给你弄的是羊奶肉包加苹果，没有搅拌均匀。他挺爱喝这个羊奶肉包呢，有羊奶还有肉粒儿，我又给你加上苹果。谁呀？这是嘎的吗？看看，这是嘎的呀。嘎的今天这么乖，脑袋没往里伸呢，往里伸我也能给你拽出来呀。听着吃饭，不是听着吃饭，看着吃饭啊！你陶醉了，你是也不往里看了，这给你挠脖子，你舒服了，抬起头来看镜头，嘎的还得调换。你看，不只有嘎的，后面还有路易呢。路易，冲镜头打个招呼吧，还不愿意打招呼啊？嘿嘿，路易，路易，两只金黄色的小猫，天天的哈、你看嘎的嘎的躺着休息了，路易要往前上。我先把门站住了，今天吃这点东西吧，还把自己底盘都撑湿了。路易咋的了？生气吗？不生气哈、嘎的这么拍他也不生气，但是他就觉得不得劲儿，就这么拍有点骚扰的意思。这会儿稀的都喝了了，当然还有一部分蹭你脚上沾你肚子下面了，先把稀的都喝了，这么爱喝的，下回再给你挤稀的啊。肉包羊奶喝差不多了，剩的肉粒儿、苹果口感这么好是不？你看天天吃干粮吃的多，那个豪华猫粮，不是豪华鼠粮，小仓鼠在我们家在这段日子已经给它吃了一瓶豪华鼠粮了，这是第二瓶豪华鼠粮，虽然豪华但是你看里头都啥，五谷、麦子还有那苞米、玉米碎了，它不爱吃，也许吃腻了，毕竟不是刚救助回来那段日子吃啥都香，现在也讲究生活质量了，营养啊、膳食啊，什么它都讲究质量和营养。那次把鼠粮到里面，它就先挑肉，有鱼干、面包虫，完了其他的它能吃的谷类啊、坚果类，就是乱七八糟的，可能有两层它不想吃的，两三层食物它是不想吃的，后来可能也扔掉了。多可爱的小鼠鼠，这吸的太喜欢喝了是吧？你瞅着，喝，杆子都推在一边了。你待会儿下楼，肚子底也是湿的，你再踩这个包花啊、锯末的，你都沾一肚子。你现在还在吃吗？还是舔爪子呢？舔爪呢？那就算了吧，就拍到这儿了啊。这粉丝们想看你，几天不看，就怕你有什么问题。其实现在过得一直好好的。嘿嘿，嘎的是，你睡觉那爪子那么弯着得劲儿吗？对，我才到啊，你来晚了，我收摊了，这视频也拍完了。